个节目在这里，就是坐那个小船，有人呢送各位到里面钻，坐那个洞，到里面游湖一下，去找那些猴子。各位有没有带饼干的？啊，真的猴子很可怜呢，要给它吃东西啊。好吧，那我们呢？等一下，去里面那里，我们坐两艘的那个木头船，那去参观里面的溶洞，参观里面的那个湖里面的，然后呢，回来呢，我们还要坐这个快艇，好吗？等一下，这个快艇会带各位绕到外面的那里，外海那边比较大观一点的景点。那各位呢，如果看过那个。各位有看过明日帝国那部电影，就是在这里有设过的那个电影，拍过电影的地方的。各位上去的话，上岸就帮忙了，把救生衣顺便带走，然后呢准备门票放在手上，好吗？还要赚救生衣吗？好，走吧。大哥帮好，木头文来。